真的很难得来高雄，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高雄办比较具有规模的演出。然后其实很久很久以前我有爽约过一次，就是在高雄。那其实今天应该有些人是上，就是很多年前没有看到我的演出，但是今天收到我的邀请，因为我有说过会下一次我来高雄的时候会邀请你们来，我的确有实践这个承诺，应该有人会有收到，在 email 收到我的信，然后来看今天的演出，我会忘记的。谢谢高雄，今天留下很好的回忆，谢谢高雄，然后也谢谢今天明哥的出现。是最后一首歌，你在烦恼些什么，亲爱的？
你是在烦恼什么呢，亲爱的？